إذن نعود إلى الصورة التي كنا نشاهدها. هذه الصورة لا نزال نشاهد وميض انفجارات متتالية تحصل في هذا المكان، وأيضا نشاهد شهب تتصاعد منه إضافة إلى سحب من الدخان تتصاعد من هذا المكان. هذا هو أحد الأماكن الذي تعرض لغارة إسرائيلية، إضافة إلى أماكن أخرى في الضاحية الجنوبية تعرضت لهجمات واعتداءات إسرائيلية ابتداء تقريبا منذ الساعة 11 بدأت هذه الهجمات. الآن انفجار كبير جدا تشاهدونه يحصل في هذا الموقع الذي كانت تتصاعد منه انفجارات متتالية. تتكرر هذه الانفجارات بسام، هذا الموقع هو في منطقة الغبيرة وتتكرر الانفجارات بسام بشكل كبير ومكثف. انفجارات كبيرة هذا ما شاهدناه، هذا ما شاهدناه في الصورة. كانت الانفجارات تتتالى بشكل سريع، ثم منذ قليل شاهدنا انفجارا كبيرا في هذا الموقع، وعادت الانفجارات الآن لتتصاعد فيه. الانفجارات بسام متواصلة في منطقة الغبيرة جراء الاستهداف الأخير. وهي فعلا انفجارات قوية جدا، وهناك بعض الشهب الذي يتطاير على مناطق محيطة في موقع الاستهداف بسام. النيران تستعر وتشتعل بشكل كبير في تلك النقطة.气他现在他爆了嘛？不只是呼叫器爆了哦，现在连对讲机都爆了哦，一件一件的爆。以色列他去渗透了所谓的一个制造商，但是目前匈牙利的 BAC 公司超诡异。那为什么超诡异呢？因为这件事情目前不只是整个匈牙利诡异，已经诡异到台湾来了嘛。我们来看哦，金阿波罗他就喊冤呐，他就说没啦，他现在要提出跨国的一个诉讼，为什么呢？他觉得他自己也很倒霉啊，他觉得是被这个外国人给骗了哈。发生什么事呢？许清光的说法就是，第一个，100%不是在台湾做的，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可是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为什么一台收人家15块美金？各位还记得吗？一个呼叫器15块美金的利润嘛。如果说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为什么收人家15块美金？这是第一件事情哦。他就说，3年前跟一个欧洲的代理商合作，老板叫汤姆，叫 Tom， 对方代理我们很多的一个产品，已经有生意往来了。好像是奥地利人哦，然后呢，后来呢，这间公司在2年前找了一批工程师，设计了一台呼叫器。所以各位，呼叫器是全新设计的嘛？那呼叫器全新设计的是用谁的底？各位是用金阿波罗这个 AR924 的底嘛？因为炸出来之后，里面它包括基板，包括标签，基板是 AR924 的标签啊。那标签上面写什么？标签上面写 Made in Taiwan 嘛。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嘛。然后呢？他就说，那个时候许清光哦，还特别去跟这个老外说，啊，你干嘛那么麻烦？你还要找一组工程师，还要做一组新的一个产品。你用我们家的产品，我们都已经设定好了，从头到尾都帮你做规划，都做好了。你这样不是很麻烦吗？结果呢，对方说什么呢？对方说，我自己要养工程师啊，不然的话我要解散。然后呢，后面许清光他就有说啊，当时虽然觉得有点问题，而且对方付款方式很奇怪。但是因为有生意，所以就签约了，有签约了。但现在呢，他有说齁，他现在要做跨国的提告，要捍卫所谓的公司的一个名誉。但我们刚好跟各位谈啊，这间 BAC 公司大有蹊跷啊。为什么 BAC 公司大有蹊跷呢？我们来看哦，
这个就是 BAC 目前在布达佩斯的一个所谓的地方。这个地方我问各位，它看起来像一个工厂吗？完全不像嘛，它很像一间民宅哦。而且重点是在于它上面呢还有写公司登记，这个很好笑，他就用一张 A4 纸哦，各位直接贴在门口。那这张 A4 纸上面写什么呢？这张 A4 纸上面写 BAC Consulting 是顾问的意思，哦 ，Consulting 就顾问的意思。简单的说啦，以国外的整个状况的话，这间房子里面绝对不可能有工厂登记的，绝对不可能有工厂登记的哦，它叫做 BAC Consulting 哦。然后呢，巴索尼是唯一的员工哦，所以第一个 BAC 恐怕是一间空壳公司。但是各位，空壳公司也太厉害了吧，本身在匈牙利是空壳公司，在台湾居然还有台湾的负责人。这个就是我们刚跟各位说了吧，很可能是金阿波罗后面这个所谓的业务出去自己开的。这个是到整个9月20号最新的一个进度哦。那好，问题来了。刚跟各位谈论到的是 BBCO 这一块，对不对？想不到呢，就在 BBCO 在下午当地时间下午的3:30炸完之后 ，BBCO 加对讲机，连整个对讲机都炸了。我们来再看这件事情哦。所以呢，我们只能说哦，以色列的通讯部队真的很厉害。为什么真的很厉害呢？我们来看哦，真主党的对讲机多地同时爆炸哦，酿成20死450伤。但目前这个日商啊，日商这间公司叫 ICOM 嘛，他也说啊，我们没有，我们已经很久十多年没有去生产这一型的一个所谓的对讲机了哈。所以18日又传出真主党的一个成员使用首期无线电的一个对讲机产生爆炸哦。然后呢，重点是当中呢，它跟台湾一模一样。刚有跟各位说嘛，那个所谓的台湾的 BBCO 上面有写 Made in Taiwan 嘛，那这个所谓的对讲机呢，上面第一个公司名称 ICOM 有，第二个日本制造哦，日本制造。但是该公司也说哦，事件爆发澄清哦，那个对讲机那个 ICV82 很久就停产了。那为什么很久就停产？因为现在对讲机几乎也没人在使用了嘛，除非很多玩无线电的人，不然其实对讲机是没什么人在使用的。所以后面的网路就有说嘛，貌似真主党的电子器材全部都爆了。然后呢，来跟各位说，这个是一个真的是现代版的木马屠城欸。我整个。真主党很担心很害怕，特别一趟路跑去欧洲买下了所谓的新的 BBCO， 买下新的对讲机，结果这个 BBCO 跟对讲机后面的老板居然是以色列，这不是太诡异了吗？所以网路上就说，哇，以色列开先例，后面一定有人跟上啊，部分是资讯战吧。然后呢，很多人就说台湾是战前的乌冬啊，永远都是这样哦。但重点是在于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哦。第一个，目前就整个华尔街日报来说的话，黎巴嫩真主党原来计划在1年内更新成员所用的呼叫器，近期收到的新装备17日大规模在多个城市同时爆炸。初步评估来看，爆炸的新呼叫器遭植入所谓的爆裂物质，以色列已经渗透入真主党的一个装备的一个供应链了，而呼叫器在运送前就已经被改装了，也就是说他们在做任何的行动之前完全都被渗透，谁要买东西，要买什么东西，规格是什么，全部都被以色列给知道了。